台湾武汉肺炎疫情引起了中部一个民众不幸无名，餐厅生意拢加减去影响到，像讲台中有一间出名卖牛肉的餐厅，为新历二月起，讲打电话要来取消，也够延期的桌，已经算算的超过2000桌。业者即马想尽办法要来推撒防疫汤，嘛要提供外送的服务，希望业绩会当更加好。敢要叫无成假，业者就讲爱搁看世面。另外，高雄汉来饭店20层楼高，拢总535间房间。二月初大房率敢若剩三成尔尔，业者先把其中十层楼放咧用，集中来排房间，嘛希望会当节省人力的开销。用大火将高丽菜籽控出来，再佫加入巴西香菇、烧滚滚的鸡汤，予人看咧嘴暖强要流出来。面对武汉肺炎，餐厅杀出六出防疫的汤，要予民众来强化免疫力。食菇类里面还有非常丰富的多糖体。那蛋白质跟多糖体都是身体免疫力自然生成合成的一个关键。是我们有做外送服务哦。唔呐，杀出防疫的汤，业者嘛增加外送的服务。受到疫情的影响，餐厅业绩一直落。以这间鸭肉餐厅为例，对春节到今嘛订桌取消将近2000桌。取消的部分大约是差不多三成，那当然三成的话，差不多就500-600桌嘛。那其他的部分都是延期。2000桌不是小数目，业者杀出外送来找出路，但是疫情若是一直继续，都考虑会来调整员工的休假。若继续延续下去的话，对整个业绩来讲是真的是冲击很大。调整休假的部分，其实我们也是会考虑。另外一间倒菜餐厅业者同款是叫苦连天，甲去年同期相比，人客减70%，业绩大减50%。业者杀出4个人的套餐，佮提供外送的服务，来加减增加收入。来店减少了50%左右啊，但是因为我们做了这个防疫套餐，或者是外带的一个餐点，大概增加了大概三成左右的一个收入。受影响的佮有金店、佮玉园酒店、饭店的人客减少20%，同款来杀外送、佮早走的服务，要来抢救订单。另外，伫咧高雄汉来饭店。业者杀出便当的服务，阁有2个人甲4个人的合菜，希望会当加减来救一寡业绩。现在说没掉，真的是不可能的事情哈。对我们来说，受到比较大的影响的还是春酒这一块。啊，那伫咧大美部分，汉来饭店有20层楼、535间房间，二月初大房大来减少，目前大房差不多30%。业者先来关10层楼，集中房间节省开销，是不是要放无薪假？业者会优先予员工从累积的休假来用掉，尽量卖去影响到员工的生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